当众人的表演时请允许今天有人不演，我不想表演喊口号的歌剧的凌晨五点，我看这夜里办公室那万家灯火，有多少人用生命在为他人的奢侈生活，他背着房贷在家人道德绑架里被规划未来，这何尝不是一种强买强卖，灭霸的梦想是消灭世界一半人口，但是他不懂那些奥龙始终植入1%人的口，小时候我没有吃过几次肉，所以你别想让我替你去抢穷孩子们家里的肉，我看过外卖员在雨里面奔走，被超速飞驰的豪车给吓得摔了跟头，他的嘴角流着血在雨中给车主们磕头，朋友说算了拉扯着我握紧的拳头，他说好好做音乐你也能做人上人，我说我做音乐是为了时尚，没有人上人。